我生活在一座古城，随便跺一脚，地下就会有50个故事在哆嗦。你的印章很好，很好。等一下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是一个篆刻师，也收集各个朝代的印章。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朝代穿越，那我一定选唐朝。我最想见到的人物，不是唐太宗李世民，是他的女儿高阳公主。她敢爱敢恨，身边还有6个侠肝义胆成全她爱情的侍女。这座古城很热闹，但热闹与我无关。我有交际障碍和幽闭空间恐惧症，就是在封闭黑暗的地方会感到身体不适。医生说这就叫幽闭空间恐惧症。在这座古城只有2个人与我有关，一个是我爸古德轩，一个是我的发小谢春安。高考那年我俩都报了考古系，结果我爸一下就撕了志愿表，逼着我改填其他专业。谢春安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听说还组织了探险社。这可是1400年的穿越，这就是谢春安。比到非洲狩猎刺激10000倍，而我们一起发现奇木的荣誉将会洗尽探险史。我们现在创造的新纪录是一次穿越回唐朝的极致冒险奢华体验之旅。我们是探险者，不是盗贼。川川宋荣，你咋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回来你不高兴、不陪我玩是不是？你反了你不会我。他跟我说他的探险社要组织一个唐朝穿越之旅，但这个事情要成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赞助的老板。让我心跳加速的是，这个古墓很可能跟高阳公主有关，我去还是不去呢？豁出去了。隔壁古董摊的贾二很认真地跟我说过，要治好我的病很简单，就是到地下墓穴走一遭，他说这叫以毒攻毒。现在天也黑了。三年三年三年为你的罪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爸当初不反对我学考古，或许现在我也在上大学，也有个女朋友。虽然书上说爱情是一种麻醉剂，它只会对你的大脑产生副作用，说实话我真想感受一下这种副作用。明天把水电费给交了。哪来的？大唐西市，不是什么老物件，磨了当硬皮。留着吧。玉要是宫廷里的职位，唐代以后就没了。农人燕青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，意外地发现了要不宝藏。我再去大唐西市捡捡漏，你帮我长长眼。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宝器。想都别想，好好刻你的字，把垃圾给扔了。店家所获得的是一大批烂石器，总数有400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去不方便，我这是去探险，探险知道吗？没事，这是我常跟你说的顾砚。不要的东西带了吗？哎，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邱老板，探险社成员任莹莹，这位是我学弟钱乙。嗨，我不是说过我不方便吗？凡是你不方便的事，我一定要参加的。我女朋友娜娜。走起。
介绍我？用不着。你们去探墓拿这个东西干什么？着什么急啊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走吧。开个短会啊，探险马上开始了，时间为2个小时。我强调几个原则：一，带多少东西进去，就带多少东西出来，不许多，也不许少。这是探险社今年的重磅实践活动，以探求未知为目的，绝对不是盗古墓。要尽可能的减少对目标的影响。第二，注意安全，风险自负，尤其是探古墓啊，会面临各种危险，蛇虫病菌都有可能存在。除了完善的装备，谨慎的态度，还要有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。因为我们爱冒险，死在探险的途中是幸福。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我先下，带着东西跟着我。用过、没有。报警我。报警。谢谢啊，刚才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不想有人拖后腿连累大家。跟上他们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不知道。我跟春爱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，特别好的朋友。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随便问问。哪来的水呀、啊？起来啊！为什么？堵了，工兵铲在中阳那儿呢。哎，把牛肉还是羊肉？
买就买我的吧。疯了？放屁！你疯了，你才疯了。你看，我的肉都是新鲜的，活的，牛是活的，羊也是活的，这魔兽也是活的。毛儿，快跑啊！这魔兽活了，快跑啊！毛儿，快跑啊！这魔兽活了。这样的，他们前面的人呢？淳安呢？你把人拉过来。我？你不把他拉过来，咱们怎么过去啊？吓尿了吧？太给我丢脸了！你们这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探险社的传统，欢迎新人加入。哎，别瞪眼啊，给你面子才跟你玩这个。真的？有麻烦，出口堵上了。堵上了？我去看看。堵得厉害吧？得用工兵铲挖，还得防着装备箱掉下来。姑爷，下铺胆门，跟我们继续走，还是到出口那边挖洞去？哎，生气了？邱老板的赞助可是按人头算的啊！你想要加入，得够资格。堵了，堵了，全堵了！哎，你们怎么把柱子给拉倒了？你是柱子倒了？啊，下降绳固定在柱子上，帐篷是你们支的，不应该会倒啊！要不先把洞口挖开？当然，没必要，就几个装备箱子，能堵得多厉害？要么这样吧，举手表决。同你先把洞口打开，举手。不用表决，我是社长，我来负责。继续走。目前的地下墓穴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好像看到过一个复杂的墓道图，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呢？想起来了，没错，就是阁楼上那个笔记本。不过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春安，这人呢？给钱乙，统一回收垃圾。有劲吗？你这个样子，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。真的有人？
你要是不想玩，就自己回去，给他把工兵铲。快过来看，过来。别乱，都别乱，自己吓唬自己。太可怕了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可能是手指头的影子，各种可能都有。胡爷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我真……你住嘴！都下了半小时了，古墓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，再不快点就白来了。古墓的入口就在附近，是你们带我走呢，还是我带你们走？不能进去，已经下来太久了，容易出危险。没事儿，看一眼就回去。你那么喜欢高阳公主，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。楚安，你花那么大力气，真的就是为了让我高兴吗？当然，还能为了什么？慢点。真不受，一般真不受不会这么大，正好证明是高阳公主的墓。据说驸马是许家之才，后葬公主，真不受大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别乱动，这是灵火，不伤人的。等他自己消耗光了，自己就灭了。千万别惊动他。正木兽里面怎么会有人呢？殉葬。如果这真的是高阳公主的墓，这个就应该是她的侍女，应该有六个才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书上说，高阳公主死的时候。有六个侍女自愿殉葬。哎，别动！烧到皮肤怕是有毒啊。传说灵火是专门灼伤灵魂的，就是说，如果烧的时间长了，有可能变成白痴。说你胖你就蠢，你们真的信他？是没玩过灵火，还是没见过萤火虫？灵火御风自燃，中学物理课都学过吧？我就随便一说。那他身上刻的是什么字儿啊？中央。啊？我没看清楚。我拍下来了。贪望欲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好了，继续走吧，好东西应该就在前面。哎，那些珠宝别动，走走。
看了一下，这里有两条墓道，我们得选择一条。分头找，分成两包。不行，在陌生的地方分开行动是探险大忌，而且时间不够了，我们应该回去。正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要分头找，不然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墓？行行行，英说的没错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但就这样回去，别说邱老板不答应，别人也会看我们探险社的笑话的。要不我们再走走试试。来来，我们走。钟阳，你是副社长，你来说。我能说什么呀，他是社长。怎么不跟着我？这到处都是岔路，我现在发条短信，一会儿就没信号了。哎，谁看到娜娜了？最近是不是下过墓？什么墓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说真木兽是活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见过活的？他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你见过活的？真木兽活了，真木兽活了！你要救我弟弟，救我弟弟！你要救我弟弟，救我弟弟，救我弟弟，救我弟弟！是喊救命的声音。你怎么也疯了？鲍小姐那么细的嗓子。墓道空间封闭，声音经过墙壁的传递跟反射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她可能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所以声音听上去会失真。封闭的墓道空间可能会让人丧失方向感跟距离感。这是陷阱机关，不能碰。这有三块木板相互咬合的，下面有配重，只要陷阱一打开，木板就会复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一个山洞的古墓资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需要有人跳上去把陷阱打开，然后下去救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个人不就掉下去了？系上保护绳。说得轻巧，谁敢下去？办法是你想的，还是你下去比较合适？我不行。拜托了，我给你钱，多少都行。楚安和钟阳的臂力最强，他们在上面接应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放心吧，我和钟阳一定不会放手，就算你掉下去，也能拉上来。那好吧，我下去。拜托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把结绳取给我。万一掉下去的话，
等我跳下去，你记住前引，然后记住，一定要把木板扶住，不能让它复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拉住！小心，慢点，慢点放。把那块拧上，拧上，好好好，好，慢了啊！哎，用力，用力，老子慢点啊！来，来，啊，你二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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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快点，桂月，抓住了啊！哎，等等。肉身，肉身之中乃佛家修炼之时，肉身之苦乃佛陀悟道之初。来，快，哎，哎，哎，连续在图书馆泡了几天，终于搞清楚了爸爸的事情。原来很早以前他是个考古学者，他一定很在意这个身份，我能看出他的不舍得。我已经不小了，该为家里分担点事儿了。主的是女印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我喜欢高阳公主，春安才组织这次探险的。嗯，她对你挺好的，要是我有女朋友，我也要对她这样。我怎么还是有点晕呢？不对劲儿啊。指南针。有磁场，用不了。开个短会，这次探险也算是进到古墓了，现在面临真正的危险了，大家考虑清楚，想退出的不丢人。都到这儿了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不就是想加钱吗？多少？我给。邱老板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下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还要考虑回去，电池和给养都坚持不了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先回去，今天就在外面露营了，用汽车电瓶充好电以后，明天一早再出发，好不好？狗屁探险社，老年旅行团吧，到这儿了都不敢进去。你们要是不跟我进去，那么赞助的事儿拉倒吧。咱们走。春安，要我是社长，可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探险社。这样吧，你们继续走，我回去拿一下枪和装备，然后再找你们。在这里面我最合适。那让钱乙跟你去，把装备都背过来。用不着，别忘了探险年头我比你长，你带我探们就行。钱乙，得麻烦你去追钟阳，告诉他以后遇到岔路一律往左边走，相互监督着点，别让他违反规章。干嘛？没事，但愿我猜错了。钟阳，钟阳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能拿了。是不是他们让你来监视我？不是，他们让我和你一起去拿电池。可你这是在干嘛？我事你别管。可是，千一，别说我没照顾你，找女朋友不需要钱吗？啊，将来留校毕业、考研、找工作，哪个不需要钱？我不要，我是来探险的，我不是来盗墓的。就滚！你也不能拿。你如果拿的话，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。你个傻呀你！啊！你打我！我告诉谁？我打你！吓唬谁呢你？教养，怎么回事？谁把机关给打开了？马拉德差点死在里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留个买路钱，做个记号，免得迷路。还信这个？这就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吧，暗示一切都会顺利，然后才有自信啊。不过冲安总跟我说，我要是有自信啊，更容易做错事。他爱胡说八道，你别什么都听他的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走啊！画上也有镇墓兽，上面没血、啊。哪里没血啊？我爸的日记本。行了行了，别吹牛了啊，赶快走。我是说真的，一共有六个。你伸手乱摸什么？破坏文物啊！那边，走开！春兰，你蹲着啊！
你这样爬上去。什么？踩我！我不怕。川，你撑住了。快！快！川！让你有勇气有能力到此为止吧。不能走，只要进入追神门，我们探险社就出名了。我也就探险结束，川，我们回去。七成这个距离一样打死你，你信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说了，真远。你干嘛呢？拿了个玩意儿吓唬人啊？你演电影啊？点睛躯长七尺，单脚双蹄双爪双飞翅棕如枪，这就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你又想吓唬我？这么说是活的？这么说是活的？闭嘴，不许自己吓唬自己。出来吧。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？今天不说清楚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你冷静点，我能有什么阴谋？我只是想让你赞助我们探险社。为什么带他下来？你快跟邱老板解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这我爸写的。别胡说，你爸只是个做肉夹馍的。我爸以前写日记，后来都烧掉了，我是偷偷拿出几本。我知道的东西，都是从日记本里看来的。都被狗追，他抓住邻居小女孩，以为是我，跑得可快了。
干嘛？我小时候骨折过，懂一点。啊，你懂得还真不少。忍着点。啊。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还出得去吗？这牌楼上肯定有门。先歇会儿，咱爬过去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还能坚持。拿着。哎，你砸拱门会塌的，这是过去的防盗手段。这不你家修的？我包里有绳子。踩我的肩上去。来，接住。这条路走不通，还是得回去。这个洞，这肯定是个出口，我先上去看看。来，我拉你上来。刚才看见字了吗？第一个镇墓兽胸前是贪望玉，陷阱里面还有一个，附近也有字，是苦肉身。我见过这几个字。我爸曾经的墓魂有碑帖，是唐朝的玄奘和尚感悟佛法的心经，应该是他的弟子辩机和尚写的。辩机和尚就是传言与高阳公主有私情的那个辩机。苦肉身、贪望玉，还有嫉妒恨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。小心！啊！小心！
走。别哭了，能活了就不错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舅哥会不会给那个怪物吃掉呢？拿着吧，救人也得先出去。那还来得及吗？我们找的没错，就是这里。什么？这就是高阳公子的墓。边界和尚被腰斩，驸马怕他有佛法加持，所以选择在夜里行刑。但是这个壁画不像是皇家画师的风格。是边界和尚自己画的？没有可能，这个墓建好之前边界和尚就已经死了。再说他要画自己被腰斩，不是很没面子吗？这很好理解，作为一个高僧，如果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他一定会画出真相给后人们看，让历史还自己一个清白。又是辩解和尚。虽然他身边有很多侍女，但是你就是觉得他很孤单。画这幅壁画的人一定很懂他，他在听辩机和尚讲经的时候，内心一定获得了极大的喜悦。只有孤独的人遇到爱情，才能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。你有没有闻到有一股血腥味儿？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？既然有人来过，就一定有路能出去。
莹莹，钱妮，可找到你们了，把人家一个人丢下不管，信不信皇上知道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没法救他。死过一次，我不去。你干什么？剑北的人家东西都爬光了。我是问你要做什么？救他呀！不能装作没看见吗？你要找死，别连累我们。哎，不会去。哎，你探险社规章，绝不抛弃同伴。你告诉我的。你害怕吗？你呢？有点。你不害怕呀？有伴我就不怕。去找真阳，但我看到他偷拿金子，我劝他，他不听。我想过去找你们，可是我迷了路，就像鬼打墙一样。你的助手不简单啊。什么？还算画得准确吧？金刚杵，从小到大我爸都逼着我画这个，画了无数遍，比写自己的名字还多。所以当你拿着他的照片来找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震惊吗？我差点尿都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，邱老板？你别闹了，行吗？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把金刚杵给我。我们来过这里啊，
是卞姬和尚写的吧？是，但这是后来写上去的。这谁写的？什么时候？为什么？这么说都是一道机关，能置人于死地，是怕有人盗墓吗？嗯，我怀疑。你怀疑个屁呀、啊！你有什么资格怀疑？好好的刻你的图章去吧。我怀疑是卞姬给高阳公主修的墓。高阳公主死的时候，她已经被腰斩一年了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我也在说话呢，你别插嘴。重案，闭嘴。卞姬。他精通梵文，大唐西域记就是他执笔的。他在西域学了一身古怪的本领。在古代，如果有人终其一生去修炼，我认为那是很有可能存在的。也许他可以腰斩而不死。又或者这个墓还是驸马建造的，但是他使用某种手段也进到这个墓里，设置了这些机关，但不是为了防盗，而是为了复仇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高阳公主并非因病去世，而是驸马恨她与别人有私情，让她没脸见人，所以偷偷将她毒死。完全合理啊。卞姬没有死，她知道公主是怎么死的，她一定会想办法杀了驸马给公主复仇。看这里，这个墓室按照习俗，在墓穴封闭之前，驸马会来这里做公主最后一程，是卞姬复仇的机会。这就是他。不对，历史上驸马又活了好几年。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，卞姬他一定满怀仇恨，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多他被腰斩，还有带着枷锁的话。这说明他对自己被腰斩不能释怀，所以。他在这么受伤才写下人世六苦，来表达他的痛苦。你不是说那是卞姬和尚的六苦吗？对，真是让人感慨。苦肉身，贪妄欲，妒忌恨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这里面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感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一退，他果然是藏身墓内，画下了他跟公主的故事。独居清冷窟，心行迹无踪。这会不会就是他的变白？他知道刺杀驸马必然会引起天下震动，所以他画下这些画，是想还公主一个清白。他是想告诉后人，他跟公主是无辜的。他被腰斩是受人冤枉的，是千古奇冤。但是话到这里，他突然意识到，其实他们早就相爱了。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无辜。他不想活下去了。放下，放下。原来，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爱情。身不同求死同穴，怪不得他会写下爱别离，真是人生疾苦的境界。你们两个当我是空气吧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川，你想哪去了？顾爷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他也配？川川啊！
淳安，我不是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像亲兄弟一样的。金刚杵怎么用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他改名换姓，连职业都换了，不可能告诉你，你更不可能知道。他是没告诉我，但是他写日记，我都看了。邱老板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人放了。我分分钟杀了你！等等，
了。你现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。生不如死，老得快。当年我以为把你杀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很害怕，不敢再回到这儿，从此放弃了考古专业，隐姓埋名20年。你虚伪，你要是心里有愧，你为什么现在不死？死很容易，活着才难呢。我宁肯你死。我的儿子是无辜的，我要让他活着出去。你们父子俩都死，也不能揭我心头的恨。我可以和你交换。有什么资格和我交换？看见没有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求不得。你以为拿到金刚杵就能打开木门？但是你知道该怎么用？左转还是右转？转错了，机关锁死，永远也打不开。你知道？20年前，我主持挖掘这座墓，经费用完了，才发现原来弄错了地点。学校给我处分，我不服气，急于为自己证明，所以才雇佣你来替我探墓。没想到你见财忘义。那是你自己傻，我就是一个道懂的，我看上的岂是你那100块钱，这里每一样东西都更有价值更值钱。所以是你不义在身，凭什么报复我？我就是要报复你，我就是要杀了你和你的儿子。等等，爸，我想听听他说的秘密。仇恨有用吗？报仇只是一瞬间的痛快，而有了钱可是快活一辈子。我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需要钱。你们赶紧走，顺着这条路赶紧离开。快走，再不走我可要反悔了。走。爸爸这些年背着沉重的包袱过得浑浑噩噩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你别怪我。走。我走不是来听你们父子情的。爸，我只要墓里面的东西。等我们拿了东西，我们走得远远的，没人找得到我们。爸，我要你和我一起走。等我，小子，你打开墓吧。赶紧走啊。让开我。这才是真正的墓室，遍及亲手打造的墓室。我不能确定里面空气有没有毒，还是点上火把保险一点。机关，你想先把我骗进去，我也进去。
研究了半辈子高阳公主，总不能不看她一眼吧？这里一千多年没被惊扰过了，就我们两个进去吧。好，爸，我也进去。滚！没你这个儿子。爸，爸，快进来！爸，快出来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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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爸，爸。怎么关上了？快开门子啊！快开呀、啊！爸！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点火把，我知道那些发光的东西是什么。他们说什么意思？那些是宠玉，宠玉融化后会挥发毒气，那是防盗墓的杀人方法。不兴奋吗？很兴奋，看见这二十年朝思暮想的唐朝，死也足矣。那是你，我不想死。二十年前你在这里面杀死过我一次，从鬼门关回来，整整一个月，我在这黑暗中爬来爬去，是靠吃老鼠、吃蛇、吃虫子才活过来的。你想过这种感受吗？你不是为了要杀我、报复我，你费尽心机骗了我儿子和他的同学，不单单是为了要杀我，而是为了整个主墓室。我没说错吧？你儿子也被你骗了，对不对？你比年轻的时候聪明多了，不错，我承认。这二十年来，我无数次的钻在这里面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扇门，只有你才能打开它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杀我报仇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我是想杀了你，爸！你这二十年来一直因为杀死他而愧疚，现在他没死，你应该放下包袱呀，爸！你真以为你隐姓埋名就能躲过我？自从我得到金刚杵的照片，我就盯上你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琢磨这个墓，我知道你手里有我。所以我一直在等，为了这个墓，瞎了一只眼，丢了半条命，所以我要靠他赚回来。你说你们好好养着墓，现在开始也不晚了。你不走我也不走，我宁愿跟你死在一起，我说到做到。这不是玉，是产自大月之国的一种虫子，没有什么价值。哼，我信你。爸，我们要好好活下去。你急有什么用？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石门。一千多年了，还保存得那么完整，那么漂亮，
你不该心存敬畏吗？老子到斗前已经烧过香拜过鬼了，他们有什么可敬可畏的？只有钱才是真的。大家好，我不会后悔了。我明白了，编辑他最后一刻放下了，他不报仇了，所以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放下。爸，编辑和尚最后他放弃自杀不满了。他都放下了，我们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？快看，门打开了。爸，爸，沈展秋死了，死于贪婪，中阳头上受了重伤，休学一年，现在也没有毕业，也是因为贪婪。邱老板和鲍小姐畏罪潜逃，双双落网。简乙和谢春安还好，照样上学写论文准备毕业。可喜的是，我爸不再卖肉夹馍了，他重操旧业，焕发青春，更没时间给我做饭了。高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并没有因为这趟旅行更了解她，她反而变得更遥远，更神秘。那个墓还能再打开吗？我爸说，等墓里的毒素冷却凝结，他就申请考古挖掘。你好像不太高兴。以前高阳公主是我自己的秘密，可一旦被考古挖掘，太残忍，太伤心。她都死了一千年了，你搞得真像失恋似的，有必要吗？